好啦，第三節翻到嚟啊嘛，身邊有個台長啦，咁啊繼續有阿 Cat 啦，同埋我哋成日都有過嚟咁啊，即係客串嘅羅雲室啦嚇。咁啊，今日即係點解想揾阿台長咧？因為即係嗱，咁啊好多觀眾咁啊，成日都咁啊，如果一講台長啊，神秘之嘢，大家都中意。雖然台長其實乜都講，功夫啊、音樂啊，啊咁啊，即係咁啊，足球啊，咁啊好多即係芭蕾。佢萬萬泛泛都得嘅，呢啲叫濫竽充數，係因為但係唔係要咁博學，其實都唔容易。千祈唔好用呢個字啊！真係咁啊，即係咁啊，台長咁啊，成日講神秘嘢。咁我前排都有聽啊，台長譬如講下一啲即係關於埃及咁啊，呢啲都係我相信大家都有興趣多嘅。我自己有興趣先啦。